非常高级的一个急停跳投的动作。这边换李朱伟来尝试一个三分，现在把比数的追平，16-10。开赛篮板球双方差距蛮大的，是4-6。苏伟连续两个三分球，哇！苏伟今天赛重新的还原，李朱伟在罚球线的跳投得分，哇！苏伟第一节王。给到中间林书伟，直接抛投得分。哦，这个右尾的防守失误哦，回防的右尾，这是快攻的机会。再看一下书伟明显的起跳啊，左手插板得分。哇，钢铁人这一个转换快攻的，立即搜寻4G线上。